宋代嘅著名词人辛弃疾，身份之后就赶赴抗金前线，疆场闲余，写咗一首词送俾妻子，咁讲啊：玉足断弦未得，乌头白，最苦心伤，当归也。表达咗佢对妻子嘅内疚、思念之情。妻子回书中就写：槟榔一去，以力半夏，岂不当归也？表达咗盼望丈夫早日回家嘅心情。两者嘅书信中都含用咗中药名，主题词都系当归。唐医师啊，系，原来咧当归咧个名咧都好有意思嘅吓。咁啊，话说咧就系古时候嘅女性咧就思念佢哋嘅丈夫啦，觉得佢哋嘅丈夫当然应该归来咁解。你觉得系咪咧？系啦。因為當歸咧係古代嘅婦科好常用嘅一味中藥啦，所以古代嘅人咧就將佢衍生為頭先你講嘅意思。但係咧都有人認為咧，因為當歸嘅功效咧，佢係調氣補血，可以使得嗰啲氣血蓋有所歸咧，所以要俾佢取名為當歸。當歸始在於東漢《神農本草經》，又名閉、山崎。當歸名字嘅由來有一種説法，是因地名而得名。有住1400多年种植历史的地道当归产地甘肃闽县，古称当州，素有中国当归甲天下、闽县当归甲中华之说。好多人都知道甘肃省的闽县出产的当归就最有名的。为什么你会带我来四川这里找当归呢？是啦，这里虽然是四川，但是是四川和甘肃的交界。这个山的后边就是甘肃的闽县，所以这里的环境一样是高寒多雨的山区，很适合当归的生长。所以这里出产的当归都一样很有名的。当归盛起凉爽和湿润，仰海拔1000到3000米高山，空气湿度较大的环境才能够生长良好。当归目前多为栽培，秋末采刮，以主根粗壮、油润、外皮色黄棕、断面色黄白、香气浓郁者为佳。真的好香啊！嗱，唐医师啊，咁其实当归咧，佢有啲咩嘅功效嘅咧？当归咧，佢主要要补血、活血、调经止痛嘅，所以咧，好经常用嚟治疗妇女嘅月经不调啊、痛经啊，同埋嗰啲生咗 B B 之后嗰啲体虚啊。咁现代研究咧，仲发现咧，当归咧，佢又仲可以防止嗰个动脉粥样硬化，好似嗰啲高血压、高血脂啊、冠心病嘅病人啊，都有一定嘅预防作用。当归近年亦得到唔少治疗帕金逊症嘅医学专家关注，专家认为对血气两虚、伴有血瘀风动嘅帕金逊病患者好有疗效。嗱，当归咧就分为有当归头啦、当归身啦，同埋当归尾啦，系咪都各有功效嘅咧？系啊，当归不同嘅部位咧，佢啲效果唔一样嘅。嗰啲当归头咧，主要系上行养血嘅；咁当归身咧，就主要个作用就系补血；咁当归尾咧，就主要系活血嘅。所以咧，成个当归都要补血、活血同埋调经止痛嘅作用。不過好多人咧都以為當歸咧就好補啦，反而唔敢去服用佢咯。其實啱唔啱嘅咧？咁其實唔一定啦，因為每個人嘅體質唔一樣，咁有啲人啱用，有啲人就唔一定啦。咁如果要用嘅話咧，最好都請教下你嘅醫師咯。咁佢服用嘅方法咧，係咪都有好多種嘅咧？係啊係啊，佢平時用當歸咧，我哋可以做好多藥膳嘅，好似攞當歸生姜羊肉湯啦。咁冬天嘅時候服用咧，既可以補血又可以驅寒嘅。咁仲有當歸同埋北芪燉啲雞咧，都可以治療嗰啲體虛嘅人。其實女性平時服用少少當歸，仲有美容作用，因為現代研究表明咧，當歸係可以減少皺紋。哇，咁有功效啊！咁系女性嘅恩物嚟噶啦，嗬。鉴于当归对女性嘅特殊功效，欧洲医学界称当归为中国嘅妇科人参。但系万物皆有两面性。澳大利亚医生杂志曾经刊登一篇研究报告指出，当归对妇女乳腺癌细胞有住极强嘅催化作用，会促进癌细胞生长达16倍。因此，女性服用当归最好先咨询自己的医师，慎用为妙。离开天府之国四川，我哋往东南方向去寻找另外一味与当归一样可以扶正宫邪的中药，
就是古代民间救荒的食物，煲汤常用的食材，亦都是传统医学常用的官药。摄制组一行来到福建武夷山，去寻觅野生葛根的踪迹。葛原产中国，自古代就经已广为种植，有关葛文化记载至少有2500年。中国原来一直都有种葛的传统噶。咁早喺尧舜禹时代咧，啲人就已经利用呢个葛藤嚟到制麻织布，而中国嘅喜马拉雅山地区就是葛根嘅主要发源地嚟噶。葛根素有亚洲人心美誉，世界粮农组织等权威机构专家更加预测，葛根有望成为世界第六大粮食作物。在古代咧，系饥荒嘅时候咧，啲人都会挖葛根嚟到充饥嘅噃。咁另外，细路仔如果食滞咗咧，都可以用葛粉嚟到开壶，系帮助消化噶。中国拥有14个葛属植物品种，品种资源最丰富，居世界首位。野生葛根適應性強，對氣候、地理條件要求不高，多生於山坡草叢、路旁、疏林中較温暖潮濕的地方。哇！好辛苦啊，揾到呢個葛根啊嚇！嗱，陳先生，呢個葛根同我哋平時見嗰啲葛根有咩唔同咧？嗱，我哋平時食嗰啲葛根咧就係自己種嘅，但係呢個葛根咧就野生嘅，所以就有唔一樣啦。你睇佢個樣都比較瘦身啲、fit 啲、靚仔啲。野生的葛根作为药用就会更加好了，是吧？肯定啦，它大自然的精华来的嘛。但是这种汇聚了自然精华的野生资源已几近枯竭，即使是山民也难得见它的容颜。哎，师傅啊，那像这种野生的这个葛根啊，在这一带多吗？不多，很少。很少啊，所以是很稀有。你知道它是很名贵的这个中药吗？对，知道。我们这里人卖也不肯卖呢，有时候就留着自己用，送一点点给亲戚朋友或者有。哎，是啊是啊。那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时候可以拿这个来用呢？比如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体什么时候不舒服啦，你就用它？因为这个是我们挖了的时候，现在就切片晒干，放在那里。放在那里以后呢，吃了那类东西不舒服了，就拿去泡茶了，而且煮什么东西吃都很好。生活于大山深处，山民们都知道葛根的食法，但是葛根的药用价值就要请教医师了。葛根顾名思义，它就是葛的根部作为药用。第一，首先用于最常见就是感冒，譬如说感冒发烧，它有解表解肌清热生津的作用，所以咧好多感冒药用到它。第二个咧，葛根本身咧有透疹解肌的作用，大人细蚊仔好多嘅疹寒，佢要用到葛根，效果非常之好。咁第三个方面咧，葛根有升阳止泻的作用。第四个咧，葛根本身有解酒作用。如果用呢啲葛粉喺饮酒之前冲咗嚟饮，佢去保护胃黏膜。但系如果饮完酒之后咧，用呢啲葛嚟煲汤饮咗落去，能够解酒，非常之好。早喺汉朝，解表名方葛根汤就被张仲景收录响《伤寒论》中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葛根黄酮有明显提高人体抗肿瘤细胞、抗衰老酶等活性作用，对基底细胞增生嘅病人确有明显阻断其癌变嘅作用。嗱，聽講話葛根咧，對於治療帕金遜症咧都有效嘅喎，係咪咧？對啦，根據現代臨床藥理研究，葛根咧含有黃酮類嘅物質，佢除咗有抗癌防癌嘅作用以外咧，對腦血管腦血流有非常之明顯嘅作用，所以對帕金遜症就有效啦。嗱，咁葛根仲有咩其他嘅功效咧？哦，葛根佢就渾身都係寶啦，佢嘅功效咧，除咗而家研究有降壓啦、降血脂啦、降血糖的作用以外咧，佢对荷尔蒙有一定的影响，对女士啊、美容啊、黄褐斑啊，佢亦有比较好的效果噶。所以很多化妆品用到葛根。哇，咁喺服用的时候有冇咩禁忌嘅咧？啊，咁就要讲到葛根本身的性味啦。佢性咧，性味咧就系甘辛凉。咁咧，佢
所以呢就属于良性嗰只品种。你如果一味食得多咧，对于胃寒啊、体质差嘅人，可能就要注意啦。必要嘅时候咧，你可以加啲陈皮啊，嗰啲其他因素、其他温性嘅药物一齐落去煮，佢就会减低佢个寒性。甜歌皇后邓丽君13年前在泰国因为哮喘突然离世，令全球歌迷痛心不已，无独有偶，有亚洲第一非人之称的艺人柯受良也都因为哮喘病发作逝世。根治哮喘，中医自有良药，下一集将为你一一介绍。一般我哋煲感冒藥咧，就需要用猛火嚟煲，啊，咁樣可以有效地保留嗰個藥材嘅揮發成分。如果我哋煲保益身體嘅藥物，就需要用細火煲，啊，咁可以令到藥物嗰個有益成分咧，慢慢咁樣可以煲出嚟。